是小主播李天慧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，在网络上出现一款非常可爱的面膜，吸引了我的眼球。因为有七只可爱的角色，就有了七款不同功效的面膜，每一款都非常可爱，不同于其他面膜。每片面膜里面都有不同的小面膜，每张小面膜像贴纸一样，都有不同的表情。我手上这款面膜是我的最爱，你们看，有可爱的书签和卡片。每一盒有四张大面膜，然后可以将小面膜一张一张的撕下来做局部护理，可以贴在脸上、额头上或脖子上都没问题，想贴哪里就贴哪里。它能让肌肤更光泽，保湿水水嫩嫩，还有祛痘功效，一定是女孩喜爱的面膜，肯定会产生一股新的热潮，快去试试吧。 BT21 和 Medihill Face Point Mask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